众魔下生短袖，尽处一双心机。桃花身体三人喷出数力之外，突然，哦，玄雷，我和小军离开，初得有我短袖。兄弟，你答应鬼，兄弟动心，你不是说我无所不能吗？勇悍如我，又怎会轻易受死呢？你先离开，待我引开敌人，便与你会合。但是，莫废话了，走！斩不断的气笔，下不坏白离。不落金条将输一笔，以伊冠伦的武功，是他为君为兄最后的机缘。断笔，只要你一世平安，为兄我随时有心。圣魔剑河由我指挥，现在也该由我终结。红云必飞，将王乐义结束。哦哦，至极对决，顶峰交接，三方神气并出，根高强人，红火冲天。秦国内，杀骨之声回荡不已。小灰人与大鹏人不同的处境，却是相同的悲怆。断崖，过了这个断崖，就能脱向丹魔主来。心中一杯歹毒，小君，兄弟一场，我也不了解伊吗？哦，个，本乐是假，真亦是真。一场生死告别，一场彼此心底的深意谎言，断灭身体痛心不舍，举步维艰。这也难以真行。